为着新兴障碍者有一个展现运动才能的平台，台湾上大上型车顶制作集团所成立的资源基金会，连续八冬来举办资源杯热热棒球的比赛。上好在台湾棒球场内展开，总共有15队240位选手来参加。经过一天刺激的友谊竞赛，最后由台湾社区管协会挥金哥作业空得到冠军。慈阳杯快乐无碍，挥棒出击，请看球。连续八冬举办的自由杯新兴障碍热热棒球比赛，六号上午在南面棒球场热烈展开。来自台南市14个单位组成15支队伍，240名朋友做伙参与比赛。让我们的所有的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，能够跟我们一般的市民朋友一样走出的户外，而让他们人生能够享受成功、胜利，还有甚至于说学习的一个过程。我相信每一个企业，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市民朋友都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话，我们可以共同打造出一个温馨又幸福的一个台南。透过体育活动，鼓励身心障碍者积极参与运动，并展现团队之间互相扶持。看到球场顶每一位身心障碍者会当生啊遐尼欢喜，推动着基金会刷背单赞助举办。那每一年，我们会在3月的第一个周三吼，会借用一个球场来举办这样的比赛。所以这次我们也谢谢文源国小来借用我们这个南英棒球场的场地，那画了5个大球场，画了5个小球场，可以让这些参赛者在同样一个时间可以一起上场比赛。那我们也期待今天的比赛可以顺利圆满，然后大家可以得到健康跟快乐。球王为比赛心情卖力结婚，球场边的人客的中心也组成一团啦啦队，为选手加油打气。因为一天刺激的友谊竞赛，最后由开营社区关怀协会挥金哥做亚风得到冠军。记者孙英河北区采访报道。